讲到电影，接下来要带你看不能得罪的剪接师，因为不管是戏剧还是电影，只要剪接师这一剪，很多人的戏份呢就会消失或是增加。今天要介绍的是中文系出身的剪接师许志明，他的作品中呢其实也有自己的文学理念。是粉丝送的墨镜，你很喜欢？想耍帅。2006年到2008年的《康熙来了》，在乌镇，不经意的一瞥，都会有和百年历史擦身而过的感觉。2010年到2011年的《小姐爱旅行》，可是那些搬运工人的证词要怎么说呢？那写意又怎么回事？或是2011年公视的百年大戏《瑰宝1949》，美丽的影像背后牵涉了场景与人物如何串接，场景中的人物又该怎样对话？而这些正是剪接师许志明每天的工作内容。如果你说你戏要剪很快，当然可以啊，你就把导演就是现场拍的，你把 OK 的全部挑出来剪一剪，不就是就好了？不可能他写 OK 我就听 OK， 我完完全全。就是凭我剪接师，我在创作，我在讲画面。你会发现这边是一个颜色比较深的，这就是你自己额外加的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刚才我不是也讲到手写，所以我这个一定会出现一些我自己手写的东西。颠覆一般人对于剪接师的印象，不只是动动滑鼠去无存精，他更坚持剪接也是一种创作。传统戏曲的这个画面是在后半段才会出现，但你就可以把它当成是辅助的画面，把它用挪到这边，就是要有很多细节的累积才会精致，不然就会很粗糙。对于自己的作品满意的不得了，而毕业于文化中文系的他，除了最爱放上自己的手写字，也常把脑子里头那些文学的养分注入影像里头。这个就是我写的，就是在讲这个城当初是一个商业大城，然后现在全部都不是了，那充满在这个城的全部都是旅客。哎，这个的意思是这样子。是你特别为这个写？对，为他这个桥段的，因为这边玩就 ending 了。当剪接师当了8年，当初只是因为想多陪陪家人，到了云林的霹雳布袋戏应征剪辑助理，却没有想到剪接师这条路就一路走了8年，却因为内心那份热爱创作的因子。戏它是很微妙的，因为你要，尤其是遇到像这种很厉害的演员，你根本不可能只是去看 OK 卡，他拍了3次，但他导演却说第3次是 OK。但明明第二次的前面表现比较好，所以我就会把第二次的前面跟他的 OK 后面穿插在一起。每次剪接一定看完所有的拍带，不管场记表上勾的是 OK 还是 NG。摄影师在创作，导演在创作，我剪接也在创作。对于剪辑工作的投入与坚持，让他现在成了不少戏剧和节目的指定剪接师。师傅您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能给我介绍一下这些菜吗？我们采访的这天，新一季大陆的旅游节目也再度找上他剪接。从偶然到执着，许志明认真完成每项工作，也为自己的人生剪辑出一幕幕精彩回忆。